乡早业，法界忘根，诸佛海会释妖人，随处皆相闻，生意宏观，诸佛现转身。那无香云界菩萨摩诃萨，那无香云界菩萨摩诃萨，那无香云界菩萨摩诃萨。甲林菩萨记，华严第四会，夜摩天宫无量菩萨来集，率其赞佛。尼时甲林菩萨身佛为力，遍观十方，理说常言。譬如工为师，分布诸彩色，希望出异象，大众无差别，大众中无色，色中无大众，亦不离大众，理有色可得，心中无彩味，彩为中无心，连不离无心，由彩为可得，彼心行不住，无量难思议，示现一切色，各国不相敌。譬如甘为师，不能敌住心，理由心果位，诸法性如是。心如刚为师，令为诸世间，我闻色众生，不法离不着，如心佛一念，如佛众生缘，应知佛无心，体性皆无尽。若能知心行，普照诸世间，是人即见佛，了佛真实性。心不住心，心亦不住心，离人作佛事，自在离净有。若人若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作。赞，其修本莲净心地，无尽佛种大诸尊，南方世界永祥云，香雾花云及花雾，波雾波云无所种，为祥为衰遍庄严，天人闻佛是何因？不言地藏菩萨智，三世如来当赞叹，十方菩萨共皈依。我今宿舍现因缘，清扬地藏真功德。诸因即现，世救众生，手中金石，展开地界之门。将上明珠，功德大千世界，智慧因力，吉祥分中，为阎浮提苦众生，作大证明功德主，大悲大愿，大圣大主，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地藏菩萨本愿经观想，脱离天将神通品第一，如是我闻，
一时忽在土里天，为庙刷刮，你是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赞叹释迦牟尼佛，令有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公众众生，知苦乐法，各遣使者，闻信世尊，时时如来含笑，奉一千万劫大光明魂，所谓大圆满光明魂、大慈悲光明魂、大智慧光明魂、大佛智光明魂、大三昧光明魂、大吉祥光明魂、大福德光明魂、大功德光明魂、大皈依光明魂、大赞叹光明魂、奉如是等不可说光明魂意，游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但波罗蜜音、悉波罗蜜音、禅提波罗蜜音、毗梨耶波罗蜜音、降婆罗蜜音、不遮婆罗蜜音、慈悲音、喜舍音、戒律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殊诸好音、大殊诸好音、分类音、大分类音、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音意，沙婆世界及他方国土，由无量亿千阳鬼神，亦直教菩提天宫。所谓四天王天、菩提天、殊阎摩天、道术道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幻众天、幻呼天、大幻天、孝公天、无量公天、公阴天、孝敬天、无量敬天、偏敬天、福行天、福爱天、功歌天、无相天、无幻天、无念天、显见天、显见天、摄究竟天、摩诃修罗天，乃至非相非非相处天，一切天众、量众、鬼神等众，悉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沙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极神、妙伽神、吊神、夜神、空神、天神、阴时神、初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沙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恶魔鬼王、淡血鬼王、淡精气鬼王、淡胎卵鬼王、行变鬼王、孽毒鬼王、诸心鬼王、福利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定鬼王，皆来集会。你是释迦牟尼佛，各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如观是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出世界他世界，出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道理天讲，汝知所求。文殊师利便复言：世尊，若以我心力，千劫七度不能得地。复告文殊师利：
我以佛眼观故，究不尽数。此皆是地藏菩萨九愿劫来，依道、动道、离道，依成就、动成就、离成就。文殊师利别复言：世尊，我以过去久修习根，正无碍地。闻佛所言，即当四修，相告成文，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必怀疑惑，悉数顶受，未免幸报。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以令成就不思议事。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竹微尘，一物一数，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之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劫之内，所值尘数尽充为劫。地藏菩萨正实地果位以来，千倍都有上路，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文殊师利，除菩萨微神誓愿，不可思议。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利，或赞叹，或赞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绘刻录、速擦形象，是人动地必犯，生无三十三天，并不对恶道。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有过去九万不可说、不可说劫情，身为大中家主，时时忧佛，何法施主本性，故作难行如来。是中家主见佛上好，千佛庄严，因闻彼佛作何行愿，立地初上。是施主本性，故作难行如来，故中家主欲证初心，当施九愿，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文殊师利，是中家主因发愿言：我今尽未来者，不可计劫，非是罪苦六道众生，功舍奉献，尽令海脱，令我自心奉行佛道，于是有彼佛前立殊大愿。如今一千万劫那由他不可说劫，尚为菩萨，又有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时时忧佛，何况甲化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劫阿僧祇劫，上法之中由于婆罗门女摄佛亲佛众所钦敬，行诸自我，诸天为何，奇妙信侠相亲上报，时时信路公协方便，款有奇妙令心境界，离处如妙离转生信，不救命中分神对在无间地狱，使婆罗门女奇妙在世不信因果，皆当罪业必先恶处，水脉加铁，供求向化，结诸强固，有先骨踏实，大兴玉用，见甲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
在一时中，俗话为勇，断言必毙。使婆罗门女占你尊荣，背身敬仰，施诸良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表死后，当来问骨，必知处所。使婆罗门女随喜良久，占鸾如来，佛门空中生活，乞食信女，物至悲哀。我今是女庙之起处。婆罗门女合掌向空，离别空寂，是何心结？宽我犹如，我自失表以来，昼夜一乱，无处可闻，地庙仙界，使空中幽声，再无入外。我是汝所降内者，过去甲华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秒，备有相情，众生之魂，故来故事。婆罗门女闻此声意，孤身自破，机劫皆损，左右扶持，良久奉所，离别空寂，愿佛自悯，速说五秒仙界。我今身心将死不救，使甲华定自在王如来，各现如愿。汝重用笔，但扎反射，端坐思维，摩诘名号，即当地庙所生去处。使婆罗门女心内不异，即归其舍，以一妙果，端坐念甲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复见自心。到一海边，积水涌佛，道诸恶兽，尽复替身，飞走海上，东西地局，建筑男子女人，一千万数，出没海中，避诸恶兽，尽处实难，又见野车，畸形各异，携刀手。刀眼、刀脚、刀头，口牙外出，利刃如剑，驱逐罪人，尸滚恶兽，伏诸不剑，头足相招，畸形万类，不敢救世。使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故，又以鬼王。明白无毒，携手来迎，别性如愿，现在菩萨何言来处？使婆罗门女问鬼王曰：处是何处？无毒答曰：处是大智慧山，西面第一顶海。性如问曰：我闻智慧之来，地甲在中，是属四象，无毒特骨，是有地甲。性如问曰：我今云何得教恶所？无毒特骨，若非微神，即属业力，非此离事，将不能度。性如又问：此水何言？而乃永佛，多诸罪人。极易恶兽，无毒特骨，处是阎浮提诸恶众生，心术之者，经四十九年后，不能计数，为作功德，救拔苦难，生死犹无善因，同故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堕出海，海中。十万游船，又有一海，饥渴回处，
比海之东，悠悠一海，饥渴扶杯，三业恶因自所招感，江河入海，基础事业。信路又问鬼王无毒法，地狱何在？无毒八卦，三海之内是大地狱，基数必千，各国差别，所以大只，故有十八，处有五百，苦毒无量，处有千百，亦无量苦。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故庙素来弥久，不知分神动至何处？”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庙，在生是何行业？”圣女答曰：“我庙下见，积毁三宝，设下僵尸，选又不及，素随而浅。”未知圣处，无毒问卦，菩萨之庙圣善何等？圣女答卦：我父我庙故婆罗门教，父号悉罗显现，母号也得利，无毒合掌乞菩萨卦，愿圣者却还本处，无智有一必然，也第二坠入升天以来，经今三日，本性孝顺之主，为了释降受福，布施及华定住在王如来塔寺，非为菩萨之庙，得脱地狱，应是无间罪人，初日悉得受乐。古董献起，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心如忘归，我出世意，便有觉华定住在王如来塔上之情，立弘誓愿，愿我尽力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功德方便，速令海脱。不过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在修菩萨时，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时。分心即慧品第二，你是一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计，不可量，不可算。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故来即在脱离天宫，以如来心力故，各以方便，无诸劫海脱，将业道出家，亦各有千万亿，哪有他所，重持香花。来降永福，彼诸东来顶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因不退转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众生九缘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功大慈悲，亲世观故，各显高见，意志脱离，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暇接。你是世尊，是金色辈，我一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计，不可量，不可算。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离足是缘。我有五浊恶世，教化如是供养众生，令心调伏，
下下归结，失有一离，上恶失在，恶业分身千百亿，功涉方便，亦有离君，文质信修，亦有善果，坤坑成就，亦有暗遁，九化红归，亦有业障，不生净乐，如是颠沛众生，各国差别，分身独法，亦现男诸心，亦现女人心，亦现天良心，亦现神鬼心，亦现山林川源，河堤泉井，离极无灵，世界独脱，亦现天地心，亦现梵王心，亦现转轮王心，亦现机术心，亦现国王心，亦现灾夫心，亦现官俗心，亦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心，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精心，离依化道，非但佛心独现其前，入观我累劫困苦多法，如是境，难化功强，罪苦众生。只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对恶处受大苦时，汝当忆念我在脱离天中，温困富足，令沙河世界自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数害怕，因离诸苦，无佛受记。你是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降伏一行，涕泪哀鸾，别记佛言：我从九关劫来，望佛接引，殊亦不可思议事力，故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一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一千万亿心，每一心度一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应离生死，自涅槃乐。但有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摩一滴，一沙一尘，亦何法故？我将度脱，殊胜大利，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怒。如是三遍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怒。你是佛赞地藏菩萨言：现在现在，我作汝喜，汝令成就，九愿劫来发弘誓愿，功德足彼，即证菩提。观众生业缘品第三。你是佛庙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信者，严古众生自业差别，所受报应，即是云何？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至国土，或有地界，或无地界，或有如林，或无如林，或有佛法，或无佛法，
乃至声闻辟之分，亦复如是。非但地角罪报一点，摩耶夫人众别菩萨，请愿闻吾阎浮罪报所感恶处。地藏答言：甚妙，唯愿听受。我初说之，佛妙必言，愿信者说。你是地藏菩萨，必信无言，南阎浮提罪报明何如是？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至杀害，当对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救出无期。若有众生出佛心切，诽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对付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救出无期。若有众生轻损上主，玷污净泥，亦伽蓝来诸行淫欲，亦杀亦害，如是颠沛，当对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救出无期。若有众生为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相助，其功敌意，违背戒律，种种作恶，如是颠沛，当对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救出无期。若有众生偷窃相助财物、国力、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物处者，当对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救出无期。地藏别言：甚妙，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对果无间地狱，究竟停苦一念不得。摩耶夫人众别地藏菩萨言：云何名为无间地狱？地藏别言：甚妙，自有地狱在大体为山之内，其大地狱有一十八所，处有五百，名号各别，处有千百，名利亦别，无间狱者，其狱城就在八万外里，其城顺天，宽一万里，城上火柱少有空缺，其狱城中诸狱相连，名号各别，独有一狱，名唤无间，其狱就在万八千里，各城管一千里，设施体为上下贴下，下下贴上，体下体高，土下地着各墙之上，东西二走，各中有虫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心，遍布满床，千万人受罪，一国自见心愿创伤，众业所感，亦不如是。有诸罪人必受众苦，千百夜车极易恶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如弹鸟，拖一罪人，复有夜车即大气劫，中罪人心，血中口鼻，血中腹背，掏空幻象，血地错。
从上，复有铁鹰淡坠林木，复有铁蛇加坠林杰，必居即来，色下长经，不色经理，跳长速战，阴胆怪口，烈体电心，万数千星，也敢如是。动静一劫，救出无极。初界坏时，寄生下界；他界处坏，转寄他方。他方坏时，颠转上极。初界成效，反复而来，无间罪报，积数如是。又五事业感，故称无间。何等为我？一者，日夜受罪，以至结束，无时间转，故称无间。二者，一人亦满，多人亦满，故称无间。三者，罪气车帮，阴邪龙天，对无故错，错毒互通，铁网铁绳，铁炉铁壁，千劫落手，烈铁焦心，鸡吞铁泥，却啉铁汁，终年境界，所哪有他，苦楚相连，竟无间断，故称无间。是者，不闻男子女人，强恶易得，老幼贵贱，血浓血深，血天血鬼，罪行业感，失当受持，故称无间。故者，若对初恶，将初入时，至必清洁，一日一夜，万世万生，究一两间，将住不得，除非一尽，方得受生。以此连绵，故称无间。地藏菩萨别信无言，无间地界，初说如是。若讲说地界罪气顶名及诸苦事，一劫之中求说不尽。摩耶夫人闻已，求有合掌，顶礼而退。阎浮众生业觉品第四。你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别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威神力国，遍一千万亿世界，分是身形，救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国，则不能作如是变化。我今又蒙佛护佑，自阿鼻多成佛以来，若多众生天灵度脱，为念世尊，愿不忧虑。你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利害法者，性色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究竟而生，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静定劫，未歇将难，如喜犹慢，将是中流，他日将出，又何自忘？已是顶辈，我当犹念，如既必是安稳，累劫当世，功道最背，我何如？说是吾时，
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定自在王，别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今蒙世尊温存赞叹，唯愿世尊略地说之。你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提经谛听，现思量之，我当为汝分别解说，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劫，你时有佛，何一切地成就如来应觉正遍地明行觉现世世间界无上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几乎寿命六万劫，未出家时为小国王，有一名国王为友，当行十善，了益众生。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做众恶，帝王异己，公室方便，一往不愿扎行佛道，东道西北，令数无无。一往不愿，若不先度罪苦，令世安乐，得智菩提，我将未愿成佛。不过定住在王菩萨，一往不愿扎行佛像，即一切地成就如来时，一往不愿应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时，复有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又复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几乎寿命四十劫，上佛之中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因此教化五一如林，利佛公目，实实供养罗汉文字，欲愿何等？公目答言：我以妙王之力，诸佛救拔，未知我妙心处何处？罗汉问之，为入定观，见公目如妙对在恶处，受极大苦。罗汉问公目言：汝妙在生作何行业？今在恶处受极大苦。公目答言：我妙所说为何是但喜避之说？所说喜避，多是遗嘱，亦抄亦注，诸情实当，记其名数，千万福背，尊者自命，如何哀求？罗汉命之，为作方便，劝公目言：汝可自行念清净莲花目如来，兼说为应相，尊王协佛。公目闻已，即下所爱，心为佛像而供养之，复恭敬心，悲切瞻礼，佛护也后，望见佛身，金色丰耀，如须弥山，宏大光明，离过公目。汝妙不久当成汝家，惨格饥寒，即当言说。以后家内必生一子，未满三日，汝乃言说，其手必切，各有公目，生死劫缘，果报自受。
我是女庙九处暗面，自别如来每对大地人，梦女佛劫方得受书，为下贱人又获地名修炼十三，敬老恶道，如有何计令我脱变？公墓文说，地庙无疑，今因彼此离别彼主，已是我庙下地本罪，作何行业？对吾恶道，彼主答言，以杀害毁灭而一受报，若非望何救不我难，而是一个未合害团。国木闻言，地急水复，机疏温和，彼主答言，罪苦之事不令清算，必千岁中绝必难解。国木闻意，体内何去离别空界，愿我自了应脱地界，必食三岁，敬无大罪，极烈恶道，十方诸佛自哀悯我，听我为了所发功大誓愿，若得我了应离三途，及诸下贱乃至如林之心，应劫不受者，愿我自今日起对清净莲花佛如来上情，却有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界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界恶处，即是无贵定如是罪不定人尽行佛劫，我念着奉行正教，发誓愿意故闻清净莲花佛如来离故之愿，共我汝大慈悯贤灵为庙，发如是大愿，我愿汝庙十三岁毕，下处不易，心为欢喜，修炼必遂，故是不休同生无忧国土，寿命不可计价，修行不够，功德顶天，所入行河沙，不够定住在王，你是罗汉福道共木者，即无尽意菩萨事，共木木者即海佛菩萨事，共木木者即地藏菩萨事。过去九万劫中，如是自悯发心何沙愿，功德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良舌恶口者，诽谤大圣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对恶处，若有善知识，款令一旦之间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害怕三恶道报，要令至心归敬及将你赞叹，香花易服，种种殿宝，吃喝饮食，如是奉事者，未来一千万亿劫中，尚在诸天修行妙乐，若天福尽，下生人间，由一千劫尚为帝王，令业宿命因果本源，见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信力，功德众生，汝等
诸菩萨当以是经，广宣六部，定住在王别佛言：世尊，万物有如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然成佛为神，广演是经，故念菩提利益众生。定住在王菩萨别世尊意，合掌恭敬作礼而退。那时四方天王鼓掌作起，合掌恭敬别佛言：世尊，地藏菩萨有九愿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又多未说，敬发广大誓言，唯愿世尊为我定说。佛告四天王：现在现在，我今为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上顶，公理一国，说地藏菩萨有三宝世界，念菩提来生死度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四天王言：唯言世尊，愿告欲闻。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九愿劫来乞持护经，度脱众生，救危避难，助悯出世罪苦众生，福观未来无量劫中，因万不断，以是至故，犹发但愿。如是菩萨有三宝世界，念菩提中，得千万亿方便，离为教化。四天王：地藏菩萨若有杀生者，说摄用这名部；若有切刀者，说贫穷苦楚部；若有邪淫者，说触觉观想部；若有恶口者，说惯俗道情部；若有诽谤者，说无邪从丘部；若有轻诽者，说丘罗龙赞部；若有坚定者，说所求为愿部；若有饮食无度者，说饥渴延便部；若有颠倒诸境者，说金刚宿命部；若有背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部；若有烧山林木者，说公灭出师部；若有前后父母恶毒者，说凡生变得现受部；若有万宝先除者，说不略分离部；若有诽谤三宝者，说盲聋喑哑部；若有侵犯万道者，说因处恶道部；若有破用相助者，说一劫轮回地狱部；若有污秽无净者，说应在即时部；若有贪欲沾毒伤心者，说轮回地上部；若有破戒犯斋者，说轻受饥饿部；若有非利非用者，说所求发作部；若有恶恶共歌者，说必死下贱部；若有良邪堕乱者，说无邪必邪部；若有邪见者，说遍地受刑部。如是定念菩提众生，心口意业恶习结果，得千不应，今初略说。如是定
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必遣方便以教化之，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佛，飘对地狱，动静结束，无有出奇。是故汝等何人何国，无论是诸众业，未惜众生。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经观想赞：如来自悯转大法轮，婆罗门女救主亲，觉华度别因，摩耶夫人请问地藏因，南无上主十方佛，南无上主十方佛，南无上主十方佛。地藏菩萨本愿经愿中，地狱名号品第五，你是普贤菩萨摩诃萨，别地藏菩萨言：你者，愿为天龙四族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三宝世界及阎浮提罪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地藏答言：你者，我今成佛为神及大士之力，欲说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另者，阎浮提东方幽山何佛体为，其山一水无日月光，有大地狱何劫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何有地狱名佛四甲，何有地狱名佛鬼刀，何有地狱名佛黑子，何有地狱名佛吉山，何有地狱名佛铜枪，何有地狱名佛铁车，何有地狱名佛铁城，何有地狱名佛铁炉，何有地狱名佛铁衣，何有地狱名佛前殿，何有地狱名佛铁炉，何有地狱名佛羊等，何有地狱名佛炮跳，何有地狱名佛流血，何有地狱名佛金舌，何有地狱名佛触手，何有地狱名佛小卡，何有地狱名佛淡眼，何有地狱名佛气丸，何有地狱名佛静论，何有地狱名佛气壶，何有地狱名佛道亲。地藏必言：忍者，体位之内有如是境地狱，其数无限，竟有教犯地狱、跋涉地狱、奔流地狱、当世地狱、黑象地狱、黑狗地狱、黑马地狱、黑牛地狱、黑山地狱、黑鸟地狱、黑城地狱、黑牛地狱、黑鹰地狱、古野地狱、北皮地狱、阴鬼地狱、烧手地狱、烧卡地狱、刀刺地狱、黑恶地狱、铁恶地狱、黑龙地狱、都市镇地狱，其中各国佛境诸小地狱，迄一、迄二、迄三、迄四乃至迄千，其中名号
各各不同。地藏菩萨故普贤菩萨言：念者、处者，皆是难言菩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业力甚大，念得殊密，念深故海，念众甚多。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忏悔受持，父子至亲，极乐国别，众年相逢，无庆大寿。我今现佛为例，欲说地狱罪报之事，唯愿念者讲听此言。普贤答言：我以九地三恶道报，望念者说。念后世万法一切恶行众生，闻念者说，速令归佛。地藏别言：念者，地狱罪报依书如是，血有地狱，处罪人识，思无根基。血有地狱，处罪人心，夜车失志。血有地狱，何通成佛，诸罪人心。血有地狱，恰修当条，诸罪人破。血有地狱，诸诸黑修，叹及罪人。血有地狱，一向寒冰。血有地狱，无限本流，血有地狱，顿飞直离，血有地狱，刀斩黑枪，血有地狱，威动雄背，血有地狱，弹烧手足，血有地狱，攀架铁匣，血有地狱，枯竹铁架，血有地狱，金甲铁炉。人者，如是顶部各国业中，有必千种业道之气，无非是胆、是体、是足、是气。除四种物，众业现感。若讲说地狱罪报等事，一一业中，竟有必千种苦楚，何况道德。我今成佛为神，亦忍者问，若说如是，若讲解说，永劫不尽。如来赞叹品第六。你是世尊孤身放大光明，遍照一千万亿行菩萨顶诸佛世界，出大音声，普故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临归临定，听我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有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鬼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我灭度脱入定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工作方便，为何是因？令一切众生正业烦恼，说是故意。会中有一菩萨名观何故，合掌恭敬而别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慧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佛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福禄。于是世尊告普光菩萨及四众等：谛听，谛听，我当为汝欲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光别言：
威廉世尊愿道玉门福果普供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亦合掌者赞叹者足礼者鸾摩者是人超越三十劫罪普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亦采为形象亦土足家产金文党体作处菩萨一将一类者是人必犯生于三十三天应不对于恶道加入天福经国下生人间又为国王不识大理若有女人养女人心尽心供养地藏菩萨为上及土足家产等其经上如是历历不提常以花香饮食衣服尽采独欢钱帛不定供养是善女人尽处一步如心百千万劫竟不幸有女人世界何况恶修除非主观力故要求如心度化众生心思共用地藏力故极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如心佛祖普供若有如人仰视天罗多疾病者但有地藏上情至心降力实现之间是人千万劫中所修身心相貌圆满是天罗如林如不养如心即一千万亿心中相为王女乃及王妃灾富大事大中家女端正实心自相圆满由至心国占灭地藏菩萨幸福如是佛祖普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面对菩萨上情足足积德及高用赞叹香花供养乃至肯有一年多年如是顶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上帝必千归神日夜为何不忍恶事贴本纪念何况亲修诸行佛祖普供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建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赞美地藏菩萨形象亦往生机会共无功德及利益事亦落气强亦会免灰亦困难救灰亦一年灰亦多年灰乃至一年生机会者如是之人现劫千佛越多机会之报尚在阿弥地界修结当罪故是劫意奉受无鬼有经千劫福寿即生有经千劫奉得人心创修人心兵强下贱诸君不顾都被恶业来劫其心不久之间福对恶道是个可供机会他人重用相协处分何况别生恶见毁灭